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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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达。上集咧好不幸咧俾黑客入侵啦，不过大家唔使担心噶，我系唔会再俾佢得逞嘅。哎呀，知个靓尾啦！话说咧，而家啲学生咧太 focus 喺学业上面，连自己间学校咩样咧都唔知啊，实在太可惜啦。与其咧等啲学生嚟揾我，不如等我去揾啲学生帮手啦。好多谢达达博士俾机会我介绍下呢个校园，我都觉得同学仔真系太勤力啦，冇留意到我哋嘅好咁正嘅校园环境添。等我而家就用博士教我嘅魔法带大家穿梭睇真呢个校园啦。学校有一个空中花园，提供咗一个好开扬嘅环境俾同学们增进友谊。呢度就系图书馆 ，sorry。大声啲，唔好破坏呢度咁学术嘅气氛啦！咁全面嘅健身设备就系健身室啦，可以俾同学喺度锻炼身体。我都要再瘦下身先。再瘦真系得翻排骨噶啦，冇嘢睇啦。呢度就系自修室啦，呢度就系电脑室啦。哇，真系设备齐全啊！救命啊！咁多好地方。我唔制啊！既然个女同我讲到个校园咁正，等我都即刻去行下先，交翻俾你啦，主播达。你够啦，唔好走，下次唔使指我再中你招啊！下集翻嚟有我主播达继续为大家报道。